道题我们来看一下，这道题是同一个类型的，所以放在一起讲一下。那第一道题说，x 趋于零的时候，x 三次方分之 x 减去 ln 一加 x 减去二分之 xix 的极限我们求一下，是吧？这么一道题。道题一看啊，你把零带进去是零比零行，零比零行马上三种方法，洛必达、等价无穷小的代换，还有这泰勒公式三种方法。那你看这道题啊，等价无穷小代换不能用，为啥不能用啊？你看，当这个 ln 一加 x 代成 x 的话，x 等于零就不行，为什么啊？它这个其实结果相减为零就不行，但如果我们要去深刻去想这个问题，它其实是这样一个规律。你看，我 x 你说 ln 一加 x，那我拿 x 代了 ln 一加 x 是吧？那 x 不变的话，就能拿 x 代了 x 是吧？那这两个其实相同是吧？但我的条件是，我要如果能在这种加减的情况下用这个等价无穷小代换的话，那么 ln 这个 limit 是吧？什么 ln limit 这两个值就不能等于一，是吧？我是显然等于一的，什么意思？不等于一就说明不等价，等于一说明等价是吧？是不是这样？所以说。不能这样换，那表现形式是相减为零，那么深层原因是不等价。好，这个就要注意，不能这么换。这第一个。那好，那我来继续看这道题。那么我们怎么办？那洛必达肯定太复杂了，你看分子这么麻烦，然后这种分式的导又不太好搞，那么我们就用这个泰勒公式进行计算。泰勒公式这也是简单的。这种形式是吧？所以说还是记忆还是可以是吧？它的公式里面也有几点注意，你看一加 x 等于 x 减去 x 方加三分之 x 三次方加这是第一个要注意的，叫同阶，什么意思？分子的无穷小次和分母要同阶，三次对应的三次，这第一个要注意是吧？第二个，你看，我们再看 sinx 等于 x 减去，我把这个同阶写在这儿吧，好吧？好，那么我们知道这些，该说第二点了。第二点，这个与其他项乘积不变。啥意思呢？解释这个道理，你看啊，错乘一个，说，可能本质，我们这是个现象，本质的话，可能高阶无穷小乘一个什么，还是这个高阶无穷小，别的值可能，哎，对这来说是一个有界变量，就无所谓的。那我 x 呢？哎，还是它。是吧？所以说啊，我在这个解这种问题的时候，我先把它写到这儿，是吧？再加其他的项，就 OK，是吧？这是第二个项法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，只要把这个带进去。是吧？出题的人很好啊，早就给你设计到了啊。你说，是吧？看，为啥是负三分之一呢？这项和这项出来负三分之一，这个是 x 次的话，高次比低次胜个 x，趋向于零点零。然后这个和这个的话，也就是说，
它比上它分支它的高级部分是零啊，这是三分负的三分之一是吗？好，我们看第二个，我们先看看是真解全中的话，第一个注意同阶问题是吧？你看这个也是一样的，我把零带进去，零比零行是吧？这三个方法，那告诉再重复一遍，作弊答案。等价无穷的代换，还有 the 泰勒公式。那首先这个洛必达零点，看这个无穷小代换是吧？等价无穷小的代换是吧？你看还是这个问题。零是吧？表现为零，其实是等价是吧？不能等价，所以说不能用这方法，我们只能用这个泰勒公式。但是我现在能理解到，如果把这二去掉。哎，这个是我会怎么办呢？变成这样的式子，式子哈，我觉得是可以的，因为你看，但是我也可能说错啊。两个部分不是等价无穷啊，不是这个等价的是吧？我觉得这样也可以。那它有个二，它就不行啊。我们只能用泰勒公式。那么用泰勒公式的时候，一般情况下，半点 sin、cos、我们都换成 sin，因为转换成一个多方便，sin、cos 都记是麻烦的是吧？那就是 x。好，要同阶是吧？x 是吧？那么好，sin x 好，是吧？减去，再三次就变成多少次了？六次了是吧？显然我们不要往后放，我们再加上，这啥意思？其实我们这个在这个 sinx 方后面接的就是六次了。其实我们可以这么理解，它的二次接的六次，其实三次、四次是有的，不过系数为零。所以我们这样理解的话，如果它有的话，那我们就取这个四项第四次同阶，它只要存在，我们就存在这个它的高级无穷小。哎，所以说是小 o x 的四次方，也就是说这 x 四次是存在的，不过系数为零，我们就要这样理解，是吧？同阶的满足同阶的这个想法。好，我们再看这个 sinx，x 减 x 三次方加，是吧？这个是三。应该是五是吧？五的阶乘是多少？120。你看，这是五是吧？这是四，要为了同阶，显然，相当于四次还是小于零是吧？所以还要跟上一个它的这个高阶无穷小。一个道理，这就不讲了，是吧？80吧，因为它的不变性，是吧？我就带进去，这个位置是选的不好。
这分子是吧？那么就直接在算是吧？这就不他说。你看，最后 limit 它分之它的高阶无穷小真的是零了，是吧？这就结束了。